好，欢迎来到阿勇的溜溜球小宇宙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智能旋风，英文叫做 Brain Twister。我先做一次给大家看，好，正面的。好，侧面。首先丢一个地球自转，接下来非惯用手的食指从内侧往前推，好，跟你的线垂直。好，接下来右手从内侧往外画过球，接下来呢，伸出你的右手食指在线跟球的中间。好，接下来左手食指不动，右手食指推一圈，接下来呢，右手往外把它带出来，然后收回来。好，就算成功了。好，再做一次。好，那这一招的话，最少要做一圈，好，那可以做到三圈都可以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智能旋风的教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